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倾听音乐节目主持人咖啡猫。这些年来呢，我经常在自己的广播节目当中来介绍当代福音诗歌的动态。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推荐约书亚最新的专辑，就是《主掌权》。这张专辑的原曲创作都是来自于美国德州的 Gateway 教会，而这个教会呢，我知道他们领受敬拜是和神连结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因此呢，他们也十分慷慨地将创作提供给各国敬拜团队来进行翻译以及演唱。而我想这张主掌权绝对不只是一张翻译诗歌的专辑，因为在录音过程当中，我知道约书亚有许多的成员呢，就亲自的前往 Gateway 教会跟当地的同工一起敬拜赞美，一起学习。所以在这边我诚挚地跟大家推荐这张由主掌权的生命诗歌，和你一块来分享，也让我们在约书亚的乐声当中来回应上帝奇妙的爱。